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杨神居然拿了一手大天狗。哎呀，你给我拿了个啥呀？瞎搞什么？完了完了！哎，这是个小姐姐，快看屏幕，导播搞事情了。哎，导播是不是有自己的私心呢？啊，在场的妹子们都很漂亮，导播照到就要捂脸呢。杨神，你见鬼了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水都泼到老子键盘上。他怎么来上海？谁呀？我祖宗。祖宗？对，祖宗好啊，祖宗保佑你赢比赛啊。是讨债的祖宗，气到我手脚被人打断那种。这么厉害？前女友啊？好的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首先进入的是 BP 环节啊。那为了照顾一下很多新入坑的玩家，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Fan Pick 的意思呢，就是禁用式神和选择式神。嗯，教练，山峰这版本很强势，我们把它搬了吧，禁掉山峰，禁掉预转金。再见了，把炎魔搬了。嗯哼。啊，后面两个队伍又是分别搬掉小秀之手预转金和炎魔。好的，现在双方已经进入了 Pick 的环节。老猫，给明神选面临器。好，他们首先选择的是版本强势的面临器。这个时候 CK 我觉得应该要去选择一个可以针对面临器的式神了。哎，面对面临器这种前期线上倾向能力较弱的，要我就选一手玉藻前。杨神，你选那个玉藻前。我还看过他的比赛呢，围观过他的神级操作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，而且有灵性，是吧？如果前期不针对他，让他发育起来的话，杨神，后期他简直就是每一个杨神脆皮式神玩家。想什么呢？锁定啊！是的。哎。杨神在犹豫什么？还没有锁定，就选玉藻前。我的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杨神居然拿了一手大天狗！哎呀，你给我拿了个啥呀？瞎搞什么？完了完了，真的是许了愿才来的哟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冷静，好好打。选大天狗，对面什么套路啊？明神看不懂啊，说不定是让一手增加游戏难度呢，说不定是对面手都点歪了呢。都闭嘴，开始了。下路稳，下路稳，打不用过来。杨神，帮我在草里蹲着。好，来了。小花的故意往明神塔下送伤害。杨神，你干啥呢？没事没事，不慌。杨神，你别上了。上，我来了。但是那些电击班根本没接到命中啊！老 K 一条连战下来要死了。恭喜恭喜 ，Q 漂亮，明神漂亮。但是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似乎真的完全不在状态啊。杨神，你干啥呢？好的，杨神也是再一次复活，来到了自家野区，但是殊不知老 K 和老猫正在蹲他，两个人突然杀出，看完的配合又一次是杨神。我也能看到这也是非常的默契啊，同时杨神也是有一点点大意了。哦，老 K 这一波强杀，杨神又死了。哎呀，杨神反也被抓，再次被击杀。哎呀，今天杨神的状态确实不佳呀。卷杨今天在干嘛呢？估计是手抽筋了吧。零击杀八死二助攻，这数据真令人窒息。杨神，我求求你别送了。别慌别慌别慌，这波团完之后拿个大蛇还能翻盘。哎，我们大蛇团一波。收到收到，老开降服准备好来了。他们在拿大蛇，要不要骚扰一波？杨神，哎，杨神，跟我们一起。杨神一个技能标记了陆思成，但是被陆思成轻松的躲开坑里，他是要一打三吗？哦，杨神又一次没击。哎呀，杨神这波操作实在是太冲动了，太可惜了。小胖跟着我，老猫老开准备包后面。好，收到，来撤撤撤撤撤撤撤 ADC 撤，打不了打不了。哦，成哥开了挂了呀，有了减员后又收割了蝴蝶和好运来的人头，小胖解锁了老王和小花，老 K 一技能命中小花，第二技能开大漂亮，小花被秒了，好运来想走，看他们做出什么选择。是的，来势汹汹，正上一波呀！看起来像是这样，一波推高地，一波来上高地，上高地。提前进场，中路高地塔高坡，对方还没复活，这次能一波吗？漂亮，拿下第一局的胜利。这世界很酷。